这个国家疯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这国家奇小啊，人生都是意外。这是我找到我现在最早的照片，所以每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都很纯洁，你知道。这个是我妈妈，你知道，被现在在荧幕上看到的柯妈妈，都还是岁月催人老。当兵的时候，哎，我有当兵。有一次我去军中，你知道，去绕军，那些军中将领说，哦，我说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只有你对军人最友善，我说因为只有当过兵啊，可惜当时没有偶像剧，你知道，不屑来当市长。你是讲说心存善念，尽力而为。我坦白讲，在台北政坛要心存善念不容易。你每天看到妖魔鬼怪，我每次都告诉我回家都要念金刚经，心存善念。跌倒东西怎么办？难道你待在那里吗？没办法，你还是乖乖爬起来了。然后勇敢的跑到终点，他假装说：“哦，这逃道弹性不错。”就是现在，不要再等。创业为什么会失败？你知道？因为你永远在等，不要等的，就是现在 ，right now。如果给台湾的年轻人最大的启示是什么？就是 just do it， 勇敢的做下去就对。